微雕笔和九个正式微雕头组成。大的头作用于身体，中间的这几个头作用于脸部，小的这个头作用于眼部。然后在操作的过程中，我们首先把我们的钻石微雕笔放上我们的过滤棉，然后扭上钻石微雕头，检查我们的旋钮是否扭到最小，然后打开我们的机器总开关，钻石微雕旋钮扭到最小，在客户的脸部进行操作，由下向上进行一个角质层的一个清洁，在操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相对应客户的承受能力，调节我们机器的旋钮开关，加强它的一个力度，更好的清洁客户的皮肤。操作完成后，我们把钻石微雕关闭。钻石微雕头放回我们的